是有脚型加固以外，我们所有的袜子都是这样的，可以看一下啊，是纯透明的，纯透明的脚尖，没有压力的，没有压力的，一线裆，也是穿短裤短裙都不会有压力，不会露出来这个非常不雅观的这个感觉的，包括我们的腰的这边也做的是非常的细的，袜子整体弹力非常的大，不用担心说会脱裆掉裆啊之类的，纵向的弹力也是非常大的。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同款的灰色，这款灰色卖的也特别的好，新款啊，新款，同样是脚型，欢迎欢迎新来的这些老粉，算是老粉吗 ？Hello Hello， 我的微博叫我丁可，大家可以搜一下，如果喜欢的话点点关注，然后就是多多支持一下咱们。好久如果没有在店铺去购买袜子的，该回购的咱们支持一下主播，支持一下我一个新主播，咱们回购一下。或者是我们从来没有下单的我的粉丝们，咱们也可以买来试一试啊。如果是自己穿不到的，送朋友也是非常没有问题的，因为我们所有的包装都是礼盒包装的，不像是市面上的袜子都是简装嘛，我们所有的包装全部都是礼盒包装，隐私发货。全部都是这种单独包装的，每一双丝袜都是单独的一个礼盒包装，每一双，所以说就算是送朋友都非常的有面子啊，非常有面子。而且丝袜对我来说，我觉得它是一个日常的一个消耗品吧，每个人都会需要，没有不需要的人，我觉得只要是到达一定的年龄吧，就包括其实现在小朋友像学舞蹈啊什么的也都有穿袜子的要求，老师也会要求的，所以说更何况我们现在的一些学生啊，或者一些职业女性啊，都是非常需要去拥有这个丝袜。所以我们男生呢，不要觉得说看看没有购买的需求，你完全可以送给自己的女朋友，送给自己老婆，或者是送给自己喜欢的人啊，对吧。开裆的是啥样的，我给大家看一下开裆的款式啊，稍等，我们还是看我腿上的这一款好吧，因为我个人呢是非常喜欢我腿上的这一款的，所以我特别推荐腿上的这一款，而且腿上的这一款呢是我们的新款，对，它是超薄的。然后我给大家拿开裆的看一下，欢迎我们新来的老粉丝们啊！我现在还在慢慢的学习。开裆的试不试穿，我觉着啊，咱们作为成年人都会明白，试不试穿，它跟我腿上的是一模一样的，没有必要说去让我单独的去试穿一个下开裆，因为大家也不会真正的能看到，对不对？所以我现在手上拿的这一双呢，和我腿上穿的是同款啊，都是三号链接。不同的裆型儿，因为我们三号链接出了两个裆型儿，一个是我身上穿的这种日常款，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现在我手里拿的这一款开裆款啊，它的脚型儿啊，包括是腰部啊设计都是跟我腿上的没有任何区别的，唯一的区别就是它在这个裆部是做的是一个开裆的处理啊，一个开裆的处理。而且裆开的不是特别的大，所以说即便是我们正常的穿衣服的话也不会漏到哈、啊、也不会漏到，不像有的开裆的，比如说我穿个裙子啊或者穿个短裤的话，它可能开到大腿就会漏到，很不美观啊，但是这一款不会的啊，保证我们的方便的同时呢还可以保证我们的美观，所以如果有买开裆需求的也可以去购买，选择这个开裆款式。容易撕嘛，任何的袜子我觉得如果想撕的话都是可以撕的，这个不可能说，因为毕竟我们的袜子都是用丝做的嘛，不
可能是撕不开的，对吧？但是我们正常穿着的情况下是不用担心说它会剐丝啊什么的，概率很小，概率很小。像我这种大大咧咧的人，以前穿袜子就是必须得是出门包里面备一双的，穿安信的袜子我出门不需要带另外一双，因为它根本就让我很放心。然后我们还是老规矩啊，咱们下单的下了单的付了款的朋友们，小哥哥小姐姐们可以在直播间帮我打个一，然后让我看一下。之前下单算什么？什么意思？大家在我直播期间下单的啊，都算的。脚上的鞋是多少码？我这双鞋应该是37吧，有一点大。咱们的直播主要是讲解袜子啊，脚是不卖的，所以我觉着也没有必要去看脚。想看脚的，咱们可以先到直播间，先到购物车，先到这个咱们的那个淘宝去下单啊。我们新来的没有点关注的也可以点点关注啊。总翘二郎腿对盆骨不好，那就不翘呗，一样的，翘不翘不都一样吗？都是来想看脚底的，想看脚底的，我觉得咱们就不用在这个直播间待着了，因为我们直播的目的主要就是向大家去介绍推荐我们店铺的丝儿袜。如果你只是过来看脚底的话，我觉得你不妨可以去别的网站上去看，那边的更多，更能满足你。直播间下单有优惠吗？当然有优惠啦，我们直播间下单现在是几点呀？我看一下。3:01应该等一下会有这个无门槛的优惠券了啊。然后我们满199块钱可以免费送链接一的丝袜一双，